台南沙卡里巴菜市场最近又翻红，成为打卡热点，就是因为屋顶上这只吉祥物，它叫做菜奇鸭。因为朋友跟我说它最近很红，我就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，蛮可爱的。台湾人就是不放过谐音梗。菜奇鸭是菜市场台语谐音，2021年就已经出道，最近又因为大家爱玩谐音，在网络一阵爆红，市场门口也有菜奇鸭牌子写介绍，呱呱嘎嘎，呱呱呱呱，嘎嘎嘎嘎呱。我不是马铃薯，也不是鸭嘴兽，是一只普通的鸭子。应该是好奇啦，阿哥睡呀。沙轮在那里，然后之前有活动，然后那个菜奇鸭也去那个那边客串了一下。穿着菜市场围裙的菜奇鸭其实有另外一个伙伴菜篮啊，是传统嘎吉德亚菜篮造型，头顶生鲜蔬果装饰，两只常常作伴出席各种活动，宣传台南市场文化跟好吃美食。菜奇鸭头戴嘎吉德亚三色帽，一起蹦蹦跳跳，所到之处大家抢合照。最近台南市长黄伟哲抛出菜奇鸭穿台南400围裙悠游卡，引起网友许愿，哲哲市长办抽奖，爱你。黄伟哲从善如流的说会交办下去，也有人敲碗快点出夜市版的雅奇鸭，因为要台南人放弃谐音，真的台南太难了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古不仙台南报道。